以调教具，你带上去就好了。就是这样，妙点子多，唐凤被美国权威期刊列为百大思想家，不过感情世界却不如事业风光。就是在一起大概超过十年了，然后超过十年了，是，然后就是很充分的互相了解的感觉嘛，就是好像命运交织那种感觉。过去上三立节目专访，谈起神秘的感情世界，唐凤说跟伴侣交往超过十年是命运交织的关系。如今女方在脸书直接点名唐凤不可以干涉她的人际关系。根据了解，唐凤自从当上政委越来越忙，两个人开始出现摩擦。去年五月双方争吵过程当中，唐凤咬了对方一口，还动手推人，造成伴侣受伤。验伤之后提告唐凤家暴。女方脸书更意有所指说，台湾最近家暴虐童事件频传，是不是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呈现呢？安与唐凤行为是不好的示范。朋友谈恋爱那样吵架吗？比较少。因为我从小有记忆开始，因为我心脏就是先天性心脏病，那因为这样的关系，所以我只要一生气或一激动，我就会昏倒。说话一向平和有礼的唐凤，如今却被伴侣指控家暴，十年情似乎转淡。唐凤不对外回应，想冷处理，却让外界更好奇。三立新闻综合报道。